工程伴理行由教育局和本地专业工程师团体合办，为学校注入专业能量，组织多元、有趣、实作的 STEAM 学习体验。我和同学现在在砌一个智能的晾衣架。工程师可以帮到我们的就是在编写课程内容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给我们。工程教育最重要是吸引和有趣，同埋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實踐嘅機會，點樣可以應用到喺日常生活裏面。我哋希望同學仔可以透過了解到嗰個問題嘅根基啦，諗到一個解決方法出嚟。我哋讓學生透過一啲講者嘅專業嘅經驗，以至啟動到學生嘅夢想。我想要成為工程師，其中一個特質咧就係需要對事件咧有一個好奇心啦。創意思維、基礎知識亦都係十分重要嘅。工程伴理行唔單止支援學生，更啟發教師一同設計多元活動，讓學生認識點樣以工程思維、創新科技、將數理科技學科知識聯繫生活，匯聚專業力量，工程成就夢想，天際展翅翱翔。